飞了1个多小时，又来到了 Bangkok。想想我在这儿做什么呢？Anyway，先 settle 了再说。Small room, a red planet, but only $18, so no big deal. As long as they have shower. Yeah, that's nice. 出了旅馆的门，我就看到对面楼上标着 Terminal 21。我突然想起来，有个网站上说这里有个 food court。OK，正好去看看。穿过这个路口还挺不容易的，你看这么多的车，哇，真忙啊！进到 Terminal 21，发现里面全是商店。这餐，这不是 food court 在哪儿呢？那就一层一层的找吧，也没办法呀。他们这里好像每一层楼上面都有饭馆，但都不是我想要的那种 food court。这种饭馆服务的都食物都比较单一，所以说并不是我想进去的那种。第一次看到这个 Pier 21，我还一眼就带过了，后来仔细想想，哎。Pier 21说的就是这个 food court 的名字，然后进去看一看。我一看，哇，这么多食客呀，在这里，你瞧，满大厅的都是食客。哎，我看到这种情况，心里一下就放心了。哎，这就是我要来的地方。好吧，开始 hunting my dishes。Sticky rice. Mango sticky rice. What's this? 可选择性太多，看看别人都吃什么也看不明白。Anyway，还是自己瞎转吧。看这个食客的规模，我就高兴不得了，不得了！这么多人来，肯定不错。还好的是，这里的每一盘菜都很便宜，都是基本上30到58，那稍微贵一点的能够达到80个吧，反正是，反正买呗，不好吃了就不要了。这几个最贵的才48一盘，最便宜32吧。32吧就是正好1个美元，1个美元可以买33.2个吧。旁边这个水果汁儿，一杯是25个吧。
19 and 20 都不错，在 28 good。 这些菜都是458一盘，也不错。我选了个大的帕泰，还有一杯汤，一碗汤，杂碎汤吧，这叫。然后一碗咖喱米饭，最后还有一个 passion fruit， 这个 drink。再来一个 mango sticky rice， 算了，太饱了，还有明天嘛。拜拜，Pier 21，明天咱们再见。